我为什么会说勇者是报告弟弟的？因为董事长是台东人。这一出我们要演的《不孕找路》，导演是台东人，我老瑞阳，金峰乡的人。那我们的团员里面大部分是台东人，那几个毕业的团员现在都在县政府工作，在原型处好几位都是勇者出身的。所以其实就艺术的层次来讲，在原住民的层次来讲，这个一定台东不是文化的沙漠，那是需要鼓励发掘。那感谢我们县长这四年来在艺术节的活动上，为我们原住民能够打开一个表演的可能性，一个表演的机会，让我们原住民的艺术家能够有充分返乡回来表演的机会，让大家看到。因为这一出在国家剧院里面表演，那么成本很高，那县政府愿意出很高的成本来迎接回来，就让我们这些台东的子弟们有看到黄县长是如何关心原住民的文化，关心原住民的艺术与发展。在这样的土壤，在这样的基础上，相信台东艺术节原住民不缺席。谢谢黄县长，谢谢。